今天带大家看一下已婚小夫妻的夜生活。我们的夜生活很贫瘠，给大家汇报一下。我们今天晚上就是打算吃个饭，给你买个凉菜。不行，给我买个凉菜。然后你都是安排一下啊，大哥。我们要不去蹦个迪？那是我们的夜生活吗？哎，那你说我们俩已经一把年纪了，啥夜生活没有？看个电影。放脸没啥电影可看。就经常有人问我们说，王老师，我跟我对象刚认识，我们晚上该去哪玩？我经常说给他做个示范。不用示范，这个东西就是懂得都懂。什么叫懂得都懂啊？就是没啥事可干的。当然，那你安排，你有啥安排你说。首先第一点，我们就是要在风里散个步。有毛病吧，冷不冷啊？那我们先去买凉菜好吧，还是按照原来的既定路线。行，先买凉菜。金武鸭脖，保利金楼下的一家店，特好吃。给我来一个土豆。我要吃藕。再来一个这个玩意儿你们吃过吗？巨好吃。有没有人跟我感觉一样？就是我发现我长大之后，我对蹦迪反而没有任何感觉了。你还憧憬蹦迪吗？感觉很吵很闹，很浪费我时间，所以说我现在都不怎么喜欢蹦迪了。我现在就喜欢下了班然后在家里躺着。现在我们就吃个饭，就在街边吃吧。我蹲街边吃呗。最近我感觉我欠缺一种生活的松弛感，所以说我觉得人要有那种就是。哎，黄鼠狼金箍棒啊！黄鼠狼金箍棒，快！好不好？跟我在一起开不开心？还行吧。我问你个问题，如果说我是你的前妻，然后我死了，你后面又娶了一个妻子，然后你死了，你葬在谁身边？我只会爱我现在身边的那个妻子。谁？爱我现在身边的那个妻子是谁啊？只爱我一辈子。啊，对呀、啊。我一定要比他多活两天。哎，没人呢。哎，赶紧，今天晚上吃贼公宝。这个是我出来的，人已经傻了。看我的眼里挺有光的。这是很正常吧，但是吃起来很脆爽，很久给大家讲，不管他是不是因为天气太冷，我还是得打包回家窝着吃。咱们先去超市给你买点吃的。最喜欢一起逛超市了，就是我们刚谈恋爱，我们在北京那会儿没钱，我们最开心的就是逛超市，因为超市东西我们都买得起。哎呀，这是咱们已经很久没有逛超市了，就为了拍视频才逛。虚假的，虚假的生活。但是我们还是很温馨的呀，宝宝。不是跟上没问题是吧？就是表现形式有改变，少一些仪式感。今天我们要拍一个，就是那种你看过那些博主啊，他们会加一个就是舒缓的 BGM， 拍一些虚假的生活。哎，人家可能就是那么生活，只是我们不那么生活而已。对不起，宝宝冷不冷？我给你把衣服。味儿了，没有那种 ins 风的感觉呀、啊，感觉土土的。你能有啥意思？咱普通的生活，咱们说就这样了啊，就这样了。哎呀，我们真是在拍套餐了。给大家演一下，来到镇上呢，来吃鸡公煲呢。谁吃鸡公煲啊？老板，那不是鸡公煲，来一份中份的鸡公煲。然后是不是该我了？该你了。咋吃？你真的凑上去吃了就夸张。够不够？最后咱们俩一个人再吃，然后要对镜头竖大拇指。这就是大家比较好奇的我俩的夜生活啊 ，over。